情。那现在呢，也请我们的小两口向爸爸妈妈最深情的一鞠躬。那爸爸妈妈，我们也将祝福呢化为具体的行动。尚姐呢，给小两口一个大大的拥抱，用拥抱来祝福两位。那各位嘉宾，再给我们爸爸妈妈跟新人一个最热情的掌声，好不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先欢迎我们的爸爸妈妈先回主桌入席就坐。所有嘉宾一样，将祝福化为具体的行动，用双手将我们的新人第一步幸福的道路开起来，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好，今天呢，我们的新娘子玉玲也是穿着着女孩子一生中最梦想的白纱，走在星光大道上呢，是不是就像一颗闪耀动人的钻石一样，那么的迷人呢？那当然呢，今天最帅气的就是我们玉玲身旁的新郎官。那新郎官呢，今天也是穿着了男孩子一生中最英挺的西装，走在星光大道，大家的见证之下，显得非常非常的气宇轩昂。那么各位嘉宾，现在呢，如果掌声不间断，代表的祝福是不断哦。也相信呢，现场的所有嘉宾现在应该都有看到我们舞台前这座美丽闪耀的香槟塔，对不对？那待会呢，主持人会请各位嘉宾跟我做一个倒数动作。那么我们倒数完之后呢，新郎官跟新娘子，你们就要将自己手上的香槟注入我们的香槟塔中喽。那各位嘉宾准备好了没？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二、一，请注入香槟。之和都在这里起源。现在呢，我们的新人彼此拥着情，拥着爱，拥着生活的甜蜜与芬芳。现在两人呢，也正用自己的双手来构筑起这浓情蜜意的爱之城。也相信呢，现场的所有嘉宾应该都被我们新人的爱给感染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再一同用双手来把最幸福的掌声献给台上的幸福小两口。香槟塔仪式之后呢，我邀请我们新郎官牵起新娘子的手，移动到我们舞台中间来。那么各位嘉宾，我相信呢，你们都有看到新郎官脸上除了举回美娇娘的喜悦之外，现在呢，是不是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那该怎么办？再一次用掌声来舒缓一下新郎官的紧张，好不好？